NPC 有什么？可以容许我偏心一点吗？欸，这讲下去会讲不完欸。啊，这就到 B18。那可以直接 B18 先讲啊。顶端嘛。啊，不能预览啊。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耶，怎么办？不行啊，我们先活动好了啦。你先讲 VIP 章太不明显了。我们先讲比较明显的。这样怎么讲？哎，有了。要么这样子啦，我们讲失乐园，然后再要看他讲什么。还有保底哦，另外就是光暗的。哎，你标题下那一只，啊？太神作了吧！天，天啊！虚脱了，虚脱了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！不行了，我觉得我看一个我就觉得不行了。谁昨天吗？太猛了。好，我听给我，请随我来。什么意思？下个。正确绿线，别再雨盒了。